好友们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间位于千禧公园附近屏东基督教医院旁的店住，人潮车潮多，文武百事皆宜。一楼门面宽敞简洁，自助或当店面都很适合。早午餐店、洗衣店、美容工作室、药局首选。建平57.7平地平，18.7平，八房两厅四卫，房间数多，可分租。接下来这里是一楼厨房位置，整间墙壁都有贴瓷砖，耐脏。有防火巷，附近店家林立，离和平国小也近，生活机能完善。一楼卫浴曾翻新过，有男女便盆，规划周到。小吧台，煮咖啡，泡茶区。往二楼，二楼共二个房间，一个公用卫浴，自然采光，天花板高，不压迫，公用卫浴宽敞。二楼第二个房间，方正格局。接着往三楼，三楼二个房间加一个卫浴，这个房间是套房，大面落地窗，阳台微风与阳光自然流窜。本栋建物共五楼，买来当员工宿舍也很适合。三楼第二个房间，舍去过多装潢，让您自由规划。往四楼，四楼两个房间加一个卫浴。四楼房间一蛮大间的，这大小的雅房租客最喜欢。四楼第二个房间有基本家具，可直接入住。往顶楼五楼，五楼一个房间加上大阳台，阳光充足，晒衣晾被有暖阳的味道。本案地理位置优越，价格才1150万，好入手，快拿起电话拨打成家专线。